ジェイさん。马公爸很康，有甲这条道同款的车哩。敢讲这条相片内底查甫人是爸？不过爸的尸体不是已经烧掉，为什么要搞这条相片？妈，买这张相片，好妈看到又搁想起爸，那呢，一定又搁艰苦啊。我看先莫让妈知影好啊。看伊遐尔辛苦啊！当然，这个饼干哦，我想讲会当让你半暝啊，半个月时阵会当食的。小月，这个饼是为倒来？想到了，啊，就伫客厅看到呀。我过去想讲是毋是你的人客送你的呢？我感觉袂歹食呢，所以毋只想讲摕来房间，让你搞倒来食。细汉时阵，阮爸逐个月拢会寄这饼，当个欢喜买来吃。这饼会当讲是，伊在做卧底的时阵，甲阮厝内唯一的联络方式。丁爸，敢有可能丁爸其实还活嘞啊？不可能，伊早已经死啊。无想怎会有这饼干？那呢？敢袂是？其实，啥？你想要讲啥？我是咧想讲，其实恁爸佫活咧，伊的死只是一个借口。啊，因为伊的任务结束啊，警方就派伊去另外一个新的任务。其实即马伫咧别个所在继续做卧底。不可能！卡索那真正是安尼。我妈应该会知影这条。啊，不过嘛，有可能是这件代志连厝内底人嘛袂当知影啊。因为若是有人知影，伊只是假死，有可能就有人要提伊的命呢。其实讲啥，你莫安尼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好无啦？甲你等下后边边讲事。无你讲啊，谁在有这个饼干？而且你敢只有领导人才知影的方式呢？这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有可能是一个暗号。暗号？嗯。什么暗号？丁爸想要跟您联络的暗号。搬出来喽！我们也要搬家喽！你们要搬去哪？搬去民事生活咨询频道，跟凤姐当邻居。这么热闹，怎么可以少我一咖？我正式宣布，我也要加入搬家行列！赶快点击下方链接，加入医学大联盟新家吧！